请掀开经本，课注卷中第138面，138面，又于过去，有佛出世，号波头摩胜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立于耳根，世人当得千凡生于六欲天中，何况智心成念。这是地藏菩萨了，为我们说第三尊佛的德号。这个时间比前面第二尊呢又要久远了。这一尊佛的名号啊，叫波陀摩胜如来。波陀摩是梵语，意思是红色的莲花。那么佛在经上讲，通常讲啊，四色莲花，啊，实际上莲花的这个色彩不止四色，这个四色呢，可以说是四原色，啊，四色要是互相配合起来呀，就能够变化无量无边的色彩。那么经里面说呢，这个一切色彩当中啊，红色最盛，啊，这个当然是从众生习上上所说的，啊，佛法是平等法，可是众生呢偏爱红色，啊，大概古印度啊也是如此，中国人也喜欢红色，啊，可是外国人呢不一定喜欢红色，啊，所以这个色彩到底哪个最深，这个很难讲，啊，完全看众生的喜爱，啊，那么这个是就当时印度啊，中国环境也是如此，都喜欢红色的莲花，啊。那么假如说有男子女人呢听到这个名号列于耳根，就能得这样殊胜的果报。这个修因得果，我们能相信吗？啊，所以关键呢还是在这里闻，啊，注重在这个闻，闻是佛名，立于耳根，这八个字重要了，啊，闻不是我们听到人家念佛，我们听到了，啊，那哪有这样殊胜的利益呢？这种通常呢这个文明只可以说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那个功德的确也非常殊胜，但是要得一千次往返六欲天中受福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只是在阿赖耶识里面呢种下一个成佛的种子，啊，就是法华经里面所谓的一乘南无佛皆一乘佛道，啊，是这个意思。如果这个文呢是三会当中的文，那这个果报啊就会现前，啊，
文明解义，不是不解义，红色莲花它能够解这个义，莲花出污泥而不染，他从这个地方醒悟过来，自己生活在红尘里面，生活在六道之中，特别是欲界，能够不染五欲六尘，这个功德就大了。如果能把五欲六尘都放下了，那他的果报不止欲界天呐，他就证果了。对于世间欲尘，它淡了，轻了，不像过去那样的分别执着，所以它能从人道超生到天道，道理在这个地方，立于耳根，就是它记在心上了。听到这个名号，他心里面有所领悟啊。注解里面呢也注得好，在139面第二行，我们把这个念一念。表文明者，虽生欲天，虽然是生在欲界天，实不着粗鄙无尘。你看对这个粗俗的五欲六尘，他已经不执着了，他已经能放下了。以解立文性本空，生天一机，以空处即假，全是天身，一度十生著于之真。这个人一听呢就开悟了，开悟他确实有能力超越，但是他的慈悲心很重，他还留在欲界天度欲界，还有贪著想无欲享受的那一类众生，都他们欲界天还是有无欲六尘啊，不过比人间淡了这个欲界六层天越往上越淡薄他这个幕后注解幕后说得好，佛莲千般的表千法名门，故云千凡。所以这个千凡呢，也不是真的值一千次，不要落实表法的。一处表法，我们要明了，处处都是表法。所以文法了。着重在悟如如果不能悟如，这个利益了你就得不到了悟如就真能够得利益，所以称念佛名对于佛名的意义不可以不知道特别是阿弥陀佛名号功德不可思议为什么不可思议
哪些不可思议，你要能清楚啊，能明了啊，能说得出来啊，然后啊，你才真正能有感受啊，契入这个境界。幕后说，何况智心成念，智心成念，回向净土，彼得往生。那这是我们一定要晓得的，啊，智心是一心成念的，啊，妄想分别执着通通都没有了，纵然断不尽的，一定也很淡薄了，啊，这个时候才能够智心成念，啊，这是专制啊。再看下面一段，又于过去不可说不可说阿僧祇劫，啊，这个地方把这个数字说出来了，啊，这个数字很大很大。有佛出世，号狮子吼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一念皈依，世人得遇无量诸佛摩顶受记。狮子吼是比喻立名的，比喻佛说法的威德啊，佛说法面面俱到，离世圆融啊，能令世间一切魔外种种辩才都去服于佛说法之中，所以比喻作狮子吼啊。那么这是取佛说法的状况，啊，来列名号。这个一念皈依啊，后面讲他的果报啊，这个男子女人闻是佛名，闻佛名就想到佛说法的威德，所以是一念皈依啊。从一切邪知邪见回头，依佛所说的正知正见啊，佛的教诲是正知正见。这个就相应了，这是真正的佛弟子。我们知道佛家常说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啊，佛讲的话决定没有妄语，只要你的心行相应就得诸佛如来保佑啊，得诸佛如来加持啊，那么这就是摩顶受记的意思。你的心跟佛心相应，你的行跟佛行相应，哪有不得诸佛如来加持的道理呢？那么佛为什么要加持你呢？目的是
广度有情呢。你今天发心帮助佛广度有情，佛当然加持你。如果你起心动念只顾自己，这佛想加持都加持不上。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啊。度众生从哪里下手呢？从这一部《地藏经》下手就最好。这一部《地藏经》确确实实可以度末法九千年的众生。这末法是一万年呢，已经过去一千年了。往后还有九千年。真正能度啊。这一部经里的内容深明因果。果然能够依教奉行，必得一切诸佛摩顶受记。再看下面第五尊佛，又于过去有佛出世，号居留孙佛。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至心瞻礼，贺佛赞叹。世人于贤劫千佛会中，为大梵王，得受上记。那么这一尊佛啊，居留孙佛，是不是我们现在贤劫当中的佛呢？这个小注里头有说，不是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讲啊，这个贤劫注解上讲，此非贤劫第九，减至六万岁时出世之佛。后面又告诉我们，准万佛明经，有无量切佛之名。这个解释得好，同名同号的佛菩萨很多，界也有同名的，世界也有同名的，所以这个确定不是我们这个贤劫里面的居留孙佛啊。如果是我们这个居留贤劫居留孙佛了，那应该是要放在前面，它距离我们近了啊。它这个里面的排法是越说越远了。居留孙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叫所应断啊，又翻作作用庄严啊。实在讲，第一个名字好啊，什么东西你应该要断呢？烦恼应该要断，生死应该要断。所以他这个名号从这个地方来建立的
就是佛法常讲的断德。大乘法里头常说见思尘沙无明，是应当要断的。断见思，这正小乘阿罗汉出了六道了。再断尘沙，再破一品无明，就出十法界了。这是入一真法界。一真法界里面还有四十品无明，这四十品无明断尽了，证得究竟圆满的果位。那么这个意思在梵语就称拘留孙。所以这个名号，听到这个名号，自己就知道要断烦恼啊，要认真去学习啊。烦恼在哪里断呢？就在净缘之中啊，也就是在生活里面啊，净物质环境，缘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里面有顺啊，有顺境，有逆境。人事环境里面有善缘，有恶缘。善缘顺境，不生贪爱。恶缘逆境，不生嗔恚，那你就断了，你烦恼就断了。善缘顺境里面还生欢喜心，你生烦恼了。恶缘逆境里头心里不高兴了，生嗔恚了，你的烦恼就又起心性了。所以在哪里断呢？在日常生活借出一切人事物当中去断。真正会断烦恼的人呐，对于一切人事物啊，常存一个感恩之心。没有这些境界现前，你的烦恼怎么能断得了？天天在这个环境里面，先断嗔恚，再断贪爱，嗔恚非常严重。佛在一切经论里面告诉我们，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呀！心里小小有一点不高兴，你的功德全部都毁掉了，这火烧功德林。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不能不警觉的。谁把你的功德毁掉了呢？是你自己毁掉自己的功德。决定不可以怨天尤人。外面任何力量不能毁你的功德。外面这个恶缘逆境现前，你要接受嘛？那有什么法子呢？你的心被境界转嘛？故事在自己啊，佛教给我们修行就在这里练功夫，练到心不为外境所转，
自己在境界里面做得了主宰，你的功德就成就了，你的功德就保住了，所以忍辱波罗蜜能成就啊。你看《金刚般若》里面佛给我们说的那么详细，布施波罗蜜是你在积功累德，要靠布施持戒，你是做积功累德。忍辱波罗蜜能保持，是你的功德不坏啊，功德不失啊。你不能忍，你那个布施持戒的功德全毁掉了。毁掉之后你得什么呢？你得福德，福德没有关系，你那个脾气再大，性情再不好，你有大福报，将来到哪里去呢？华严经上讲了，将来到阿修罗道去享福去，阿修罗道脾气很大，这个嫉妒嗔恚心很重，他有福。所以阿修罗就那么大的福报，都不是在佛门里面修的，就是敌不过这个外面境界的诱惑，常生烦恼。这些地方我们一定要学佛菩萨，在一切境缘当中修什么呢？修如如不动，修不取于相，你就成就了。金刚经上这两句话是大乘菩萨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修行的总纲领，修行的秘诀，外不着相，内不动心，可以和光同尘。成就自己的道业，也成就度化一切众生。这个度众生，你看经上说了几万遍都不止啊！佛教给我们的受持读诵为人演说，你看这一句说多少？但是一部《金刚经》那么薄薄的5000多字，这一句就说了十几遍。遍数说的越多，这句话最重要啊！受持，我们对于佛这个教诲呀，要接受啊，要认真做到，那叫受持啊。读诵是天天温习经典，天天听佛教诲，把经读一遍就是佛教导我们一遍了，天天要读啊，天天要接受佛的教诲啊，你要一天不读忘记了，说实在话，天天读诵我们还犯过失，那要不读诵还得了吗？为什么天天读诵还犯过失呢？这个里面的原因，第一个，经不起外面境界的诱惑，第二个，自己烦恼习气太重，降伏不了，所以天天读诵大乘还造罪业，那这怎么办呢？造罪业不怕，加功用恨，如果不加功夫必定堕落，
怎样加工呢？一定要有正信、正解、正行。佛教给我们努力去做到啊。这真修啊，真干呐、啊！从哪里做起？我们在前面讲过，佛在《观经》教我们从三福做起，而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是三福详细的说明。三福总共是一句，那就是纲领的《地藏经》的纲领的全经所说都没有离开这十一句那么你要晓得这十一句怎样做法，那你要熟读《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一部经里面将业因果报说得很详细，特别是五逆十恶的业，我们决定不能去犯犯了决定堕道在卧道里面出力很难很难这个是一定要晓得学佛没有别的，克服自己的困难而已儒家教学也是讲这个功夫克己复礼克服自己的烦恼，克服自己的习气，你才叫真修行说老实话，真正修行不是说你每天读多少部经无量寿经一天念十遍有什么用处呢？还造罪业不是说你一天念多少声佛号，古人讲的一天十万声佛号喊破喉咙也枉然，真正修行功夫得力是一念回心把轮回心转回来变成菩提心叫真修行平常我们造的轮回业转过头来变成菩萨业换一句话说，我们在没学佛之前过的是六道轮回的生活，学佛之后过的是诸佛菩萨的生活，那就对了。诸佛菩萨在境界里面有没有欢喜？诸佛菩萨在一切境界里面有没有懊恼？没有啊，决定没有啊。可是我们在经典上看到诸佛菩萨示现的这个现象，他也有欢喜也有烦恼那是什么呢？那是教化众生的手段，不是真的正如永嘉所讲的分别亦非义他是表演，舞台上表演
演给舞台下面人看的，啊，不是自己真的喜欢、真的烦恼，不是的。啊，种种表演呢，帮助众生呢觉悟啊。心里面确确实实一尘不染，啊，确确实实外不着相，内不动心，啊，念念实现这个身在世间，为谁？为一切众生，绝不是为我，绝不是为我这个身。这是菩萨的思想啊，菩萨的行为啊，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啊。所以我们要学佛，断尽一切烦恼，断尽一切习气，你得从这里去干呢。世间人无知，佛菩萨以极真诚的心待众生，极清净慈悲心待众生。众生迷惑，众生无知啊，众生不但不领情啊，还要糟蹋佛菩萨啊！你像经上常讲的，毁谤佛菩萨、侮辱佛菩萨，甚至于陷害佛菩萨，佛菩萨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啊！啊，佛菩萨为什么不起心动念呢？佛菩萨对于他过去、现在、未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众生无始劫来的业障习气现行吧，那有什么法身？虽然慈悲教诲呀，他不觉悟啊。这个是佛在经上常常感叹的，可怜明者。那么他造作谤佛、谤法、谤僧，造作这个恶因，比堕阿鼻地狱。你说可怜不可怜？那么我们要问了，这种人有没有救呢？还是有救的。只要他一口气没断，他能够回头就有救。他不肯回头啊，那就没救了。啊，所以要知道回头啊。啊，像《阿舍世王经》里面所说的，啊，他造的是忤逆十恶啊，但是临终的时候能回头，啊，能觉悟，真实忏悔，啊，真忏悔了。所以他念佛往生西方净土，品位还挺高的，啊，上品众生。他为什么不上品上生呢？忏悔还不够圆满，啊，所以造作极重罪业，临终念佛往生，属于忏悔往生。品位高下，看他忏悔的功德。啊，要使究竟圆满的忏悔，那当然是上品上生。啊，所以阿舍世王忏悔的功夫像相当不错了。啊，真的是
一般造罪业的人做不到啊。但是只要能往生，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那就是真实的成就啊。所以我们要劝导一切造作重罪的众生要知道回头，改过自新。这个例子，诸佛如来、诸大菩萨在历代所示现的事迹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很多。过去在印度，天亲菩萨就回谤三宝啊。他最初学小乘，在小乘法里面，他造500部论呐。这个人聪明绝顶啊！这个论就是一切经的注解。毁谤大臣，他的哥哥无著菩萨是学大臣，哥哥有善巧方便，诱导他欺辱大臣。他修学大臣之后，才知道自己犯了很大的罪业，求忏悔呀，因为。用言语回报吗？所以他在佛面前想割自己的舌头忏悔。手写文章吗？把手斩掉了忏悔。他哥哥说：“不必，你过去用你的舌头毁谤是大臣，你现在为什么不用你的舌头在赞叹大臣呢？”你过去的手写这个文字回谤大臣，现在为什么不用手再写文字赞叹大臣呢？他从这里觉悟过来了，所以有为大臣造500部论，这历史上称为千部论史啊。可见的了。佛事门中真的是回头是岸啊！这个例子几乎代代都有啊。我们看最近的印光大师，你们诸位去找印光大师行业记，就是印光大师的传记，在这个全集里头有啊。你们每个人手上都有一套全集啊！你看印光大师传记，他老人家年轻的时候毁谤三宝，他是读孔子公的书啊，以儒家为正统啊，佛法是旁门呐。到以后接受佛法之后，才知道自己造作罪业，过去错了。他能够忏悔，能够回头，出家修行，弘扬佛法，洗除啊。年轻时候所造的这些毁谤三宝的罪业，那么以后我们晓得他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那么换一句话，他一生所作所为演戏演给我们看的，他那个不是真的，演给我们看，直到我们这一代毁谤三宝的这个事情非常容易犯，犯的人很多，他老人家做一个榜样给我们看。
犯了这些重罪，依旧可以得度。这个我们在死传里面看到太多太多了。要紧的是回头，要紧的是断烦恼啊，断习气，要把这桩事情看重，要把这桩事情摆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当做第一桩大事来做。我们这一生修学才有成就可言。我们帮助一切众生修学佛法才有功德可言。否则的话，你帮助一切众生修学佛法都是福德。福德跟功德不一样。六祖坛经里面讲得很好，了生死出三界，福不能救。再大的福德也不过是到天上去享福而已。出不了三界，功德可以出三界。功德福德我们必须要辨别清楚。以清净心修一切善法，断一切恶法是功德；以杂染心断恶修善福德。关键在此地那么这个人文明智心占理，这个就是受持了。若不受持，不可能叫智心占理。占理可能，智心没有啊，这是真心。真诚心瞻礼，贺福赞叹，这个赞叹是利他，自行化他了。世人于贤劫千佛会上为大梵王，大梵天王，这个福报就大了。为什么？他能断恶修善。当然跟前面讲的是一个道理。实际上说，这个人是真正菩萨了。菩萨跟凡夫一念之间呢，一念转过来就是菩萨，转不过来就是凡夫。佛菩萨跟凡夫就是一个观念不一样，一念转过来了，他是菩萨了。菩萨为什么去当大梵天王呢？以大梵天王的身份帮助这些天人断烦恼啊，天人的烦恼习气没有断尽，所以出不了三界。他能断，在现身说法为别人断，所以得受上计。上计是成佛之计。这个青莲法师注子里面引经据典，也有不少公案故事，都可以看，都值得参考。我们再看底下一尊，第六尊，
又于过去，有佛出世号毗婆师。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永不堕恶道，长生人天，受圣妙乐。毗婆师梵语啊，音译的意思叫圣观。圣是殊胜，观是观察，我们凡夫对于一切万物啊，往往看偏差了，看错了，换一句话就不殊胜了。这个殊胜呢，对于一切诸法的真相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这个观呢就叫圣观。我这个讲法大家听了一定觉得含糊笼统，我们没有办法学习。实在讲，这个观就是你的观念，楞严经上说得很好啊，什么样的观才是真正殊胜之观呢？教光大师在注解里面教给我们：舍施用根。那真正是名实相应的圣观。说的虽然不错啊，我们凡夫做不到啊。凡夫用的是第六识，用的是意识啊。舍识用根呢，那就不用意识了。根是根中之性啊，也就是说，我们用见性见思。这个观就殊胜了。诸位要晓得，楞严会上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观世音菩萨他所修的法门就是这个啊，梵文文字性，性成无上道。这观音菩萨提出的修学报告啊，他怎么修行成功的啊，就是用根中之性。根中之性呢，是真心，换一句话是用真心，不是用妄心。用见心见色，见色呢，那就不是色尘了。我们用眼识见色是色尘，尘是染污啊。如果用见性见色了，就见色性了。禅宗里面讲的明心见性，他们本事大了，我们非常差劲啊！用闻性闻身性。用鼻性修香性，
邪性成畏性，明心见性啊。我们很糟糕啊，我们六根接触外面这个六种境界是六种污染，人家六根接触外面这个六种啊是见性啊，所以见性之后啊才说啊头头是道，左右逢源呢，那当然了啊，六根所接触的都是真如本性嘛，见性成佛啊。这个见性的是什么人呢？给诸位说，原教初住菩萨啊。所以我们就晓得楞严经上25位菩萨都是原教初住菩萨。